Om Mani Padme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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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样天灾人祸，你不可能说不顾虑啊。那怎么办呢？假如你在生活当中碰到了很多困难，身心呢病痛有很多，障碍又很多，内有烦恼，外有障缘，遇到了灾患频起，那在修行上呢做很大很大的障碍，这时候怎么办？只好先拜地藏王菩萨或观世音菩萨。这是弘一大师的善巧方便说法，我觉得也很有道理。因为呢，假如你想举个例子，你对现在的身心世界真的能够彻底看破吗？不太容易。尤其新加坡的莲友，一出生你过去是修的善根福德因缘，投身在这很好的国家，可是因为这个很好的国家管理得太好太舒服啊，所以各位我观察有些啦，师父不敢说全部，因为不然待会你们会生气，大部分的人啊都吃不了苦。去印度朝圣或尼泊尔朝圣，没有冷气啊，哎呀，好热，好热，受不了。因为新加坡都是开24小时冷气的，对不对？这个环境的关系。当然，你们呢生活在这里，其实各位也很努力。但是师父要讲的重点是，假如你吃不了苦啊，或是呢你身心世界没办法啊彻底放下的话，你得先好好的忏除你的业障。那在忏除障碍里面，所有的菩萨里面有两个菩萨最了不起，一个就是大悲观世音菩萨，一个就是大愿地藏王菩萨。所以我在净明佛学院讲座里面也有莲友来跟我说，师父啊，我们家也是这样，但念阿弥陀佛没什么效，那观音菩萨有念跟没念差不多，哦，我拜地藏菩萨感应力很强，第二天就中马票了。我说那你跟地藏菩萨有缘哦，地藏菩萨对你很慈悲哦，这是真的。还有一个答案，注意听，注意听，是你过去也拜过地藏菩萨。不是说观音菩萨没有用，而是地藏菩萨的悲心愿力真的真的广大如观世音菩萨，但是他对于一些呢障碍很深的人，诸佛菩萨都不能救的哈，有两个人可以救，以我师父现在的理解啦。第一个是地藏王菩萨，因为他的悲心愿力广大，就说你这人是没有善根的，甚至谤佛谤法的，你叫他念地藏这样圣号他会接受，你叫他念阿弥陀佛他说嗯，我又不是我白死给谁哄给了谁改，他不要。你念观世音菩萨你说观世音菩萨都不快看不到，可是你叫他念地藏菩萨，有些众生地藏菩萨好，我想一想，他回去就念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地藏菩萨，那表示地藏菩萨的悲心愿力很广。尤其我刚才说有两个菩萨对不对，还有一个菩萨是谁呢？文殊师利菩萨。要证般若空慧的时候，所有一切众生都不能得度的时候，他有很深的执着的时候，文殊菩萨可以度。但是要拜文殊菩萨的人啊，要更有福报跟善根。好好，接下来我讲地藏菩萨。看这里，六道轮回图，有些人是要先从地狱恶鬼畜生先到人间受苦，做乞丐啊，做帮忙倒垃圾的啊，做很低贱的工作，慢慢呢他才拜拜佛烧烧香，就来生又继续再做人。做了人了呢，身体也病痛很多，工作也不太顺利，反正好事也没什么做，坏事也无所谓，但他拜地藏菩萨，然后来生再来投胎继续做人。也就是说他要投胎两三世以后，他才会变成一个正信佛教弟子。那这样的人呢，表示他障碍很多。谁是最适合契机法门呢？以众生业的角度来说，地藏法门很适合。所以注意听，佛经里有写说，地藏菩萨先从三恶道的众生先让他渡到人间，渡到人间再来渡到天上，用天上跟人间再来呢修学佛法，求生净佛国土，这是地藏菩萨的愿心。那你会说，师父到底有没有从地藏菩萨从地狱里面直接渡往生极乐世界的呢？有，但比较少。
那你要你的福德因缘够。就像我前一场我讲 Om Mani Padme Hum， 对不对？恶鬼道的众生念六字大明咒可以往生极乐世界，那先决条件是这个众生要多生多劫修过这个法门，跟观音菩萨有很深的福德因缘，那你可以以观音菩萨的功德力带你去极乐净土。可是呢，你会慢慢发现在这个世界身心呢不能彻底看破。我过几天会讲全球暖化，你知道地球都生病了，这么多的地壳震动，新加坡可能没有地震，师父没有预言，也不希望有，可能呢整个地板运动的时候，将来新加坡也可能会发生地震，因为全球的业力地壳是在变动的，动不动就天灾人祸。你知道中国大陆云南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湖，对不对？一段时间全部都没有水了，500万人没有水喝啊，对不对？你看这个地球啊，众生的业力因为全球暖化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你身心很痛苦，你的病痛又很多，做工呢又不如意，常被老板骂，然后呢动不动呢他就用啊，你再不用功我明天就裁员了，I will fire you， 那你身心都很痛苦，然后家里呢公婆又要照顾，然后呢你又家人又有忧郁症，然后呢你自己身心也都快不行快不行快不行了，那怎么办？供一张地藏菩萨的法照吧，每天供香花灯果烛的水，那你就会改变。供观音菩萨当然有变，可是地藏菩萨的愿心啊更为的深广，因为你的苦没有办法解决，你要叫你现在就去极乐世界其实不容易的。所以地藏菩萨对于有食衣住行的痛苦，有求而不能满你的愿，或有战争疾病或刀兵劫或是则饥荒，然后天灾人祸呢，你都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先拜地藏王菩萨，而且地藏菩萨绝对会保佑你，这是真的。我讲个故事给各位听，鼓励大家。我在台湾有很多有缘的莲友，南部台南有一个某某居士女生，好，我讲故事就好，不用讲她名字。她一生就是念地藏圣号而学佛的，她呢也生了一个很庄严的小孩。那结果呢，她生了这个小孩以后呢，因为她这个小孩很庄严，所以很多师父都想带她去出家，嘴巴她讲说没问题啦，师父送给你啊，送给你啊，其实心里是舍不得的。为什么呢？你要送给他的时候啊，第二天呢，他就跟你拒绝往来户，不联络了。其实他内心里是很爱这个孩子的。那他自己呢？我就去过他家，还帮他设计过佛堂。他自己啊，就念地藏菩萨，而且他念地藏经。他受的教育不高，但是他很喜欢念地藏经。地藏经很长嘛，大家知道上中下，他就一天念上，第二天念中，第三天念下。就三天念一卷，然后就念地藏菩萨地藏菩萨。那只要礼拜六礼拜天呢比较有空的时候，他就一次呢就把地藏经三卷就全部念完。他念地藏菩萨就真的非常有感应，真的非常有感应。而且他是一个妈妈，也有很多的苦，老公也有压力，他也有压力。后来他想生第二个娃娃生不出来，第一个娃娃呢，他本来是不孕症，后来拜地藏菩萨，所以生了第一个娃娃，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男孩。就他碰到任何的困难的时候，他就拜地藏菩萨。他拜地藏菩萨比师父还有感应，他只要一拜啊，晚上就做梦，第二天的问题就解决了。真的，他每天呢，很塞奶的对地藏菩萨这样，每天都这样。然后地藏菩萨对他非常非常的好，他常常讲了很多他梦境的故事给我听。我说我并不怀疑。地藏菩萨对你太好了，师父有点吃醋了，因为我只见过地藏菩萨一次，他几乎天天见的，他真的。那为什么呢？师父讲解释给你听，因为他过去是生生世世就供地藏菩萨，其他的佛菩萨他也喜欢，但是感觉没有那么强。从众生的心的角度来讲，他对地藏菩萨非常的相信、礼敬、欢喜、归命，而且每天也用香花灯果烛各种东西广修供养，所以他每天看到地藏王菩萨圣号都非常的欢喜。所以他碰到困难的时候，他真的就回到家里就哭，一直对地藏菩萨一直哭，就一直哭一直哭哭哭哭到眼泪哭完了累了就回去睡觉，一睡觉做梦就梦到地藏王菩萨，
地藏菩萨就鼓励他，慢慢来，不要放弃，你的问题会解决的，我永远会护念你的。结果他不太相信，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哎，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师父要讲，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这样讲，再讲讲清清楚哈。我不是说其他佛菩萨不好，没有，师父绝对没有讲文殊、普贤、观音、地藏、阿弥陀佛、弥勒菩萨、药师佛、释迦牟尼佛，十方一切的诸佛都在发大愿广度众生，佛是平等心的。但是对每一个佛啊，这个信心的深浅啊，其实在你的心。从众生业的角度来讲，这个业啊，这个深到呢非常深，深到像树根一样拔都拔不起来啊。你可以念地藏菩萨，念地藏经，的确它可以让你的业力啊最快速的拔除，像树根连根拔除。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地藏菩萨的愿行。所以地藏经里讲，业力甚大，能敌须弥，能深巨海，能障甚道啊。是诸众生莫以小恶而为之啊。地藏经里面的确讲啊，业力真的很广大，对不对？能敌整座须弥山啊，能伸到大海里面，能障碍啊你这个人修学圣道。所以你会觉得说，我真的有时候心有余而力不足啊，那你就供地藏菩萨，念地藏菩萨，起码早上起来拜地藏菩萨三次，拜完了以后你再出尘，然后心中念地藏圣号，地藏圣号，或者呢念地藏的灭定罪真言也可以。念完了以后不要忘了再念阿弥陀佛或观世音菩萨，求生极乐世界。所以弘一大师是特别叮咛现在的众生呢，是这样子的，请看。所以弘一和请看幻灯片，弘一大师就示现正住双修，一样可以去极乐世界，他跟印光大师不太一样。所以请看经文，今天若能你觉得呢虔信的归信地藏王菩萨，则就没有这样的忧虑。为什么呢？因为地藏经里面就有讲，地藏法门可以让你衣食丰足，疾疫不临，疾病呢像在外边的 SARS 啊，或很多病呢你就不会感染。但是注意听哦，注意听，注意听，不要你说哦师父讲很有效，但是假如是你自己的业，比如说你得了癌症 cancer， 过去的杀生而现在的业，你该自己去受修地藏菩萨会的法门的话，就会重报而轻受。就是你本来呢会有很重很重的果报，比如说你本来要丢掉一条命的，现在你修地藏法门，它一定会减，但是会减多少要看你的功德力心量。有些人呢还是会生一点点的病啊，比如头痛发烧几天完了就好了。可是呢，所以疾病不临的意思是这样，并不是说好现在地藏法门非常好，那从明天开始所有的药店都关门，医院也就关门，那你也不要布施医院功德，不是这样，不可以这样理解。你自己的业还是要靠自己去了，但是呢它可以重报而轻受。本来你要受十年的苦，可能缩短变五年或三年，你的苦业就尽了，但是你还是要苦，但是你比较不会那么痛苦。好，所以这个我要讲清楚啊。家宅永安，地藏经里面有说，地藏菩萨呢，你若修持的方圆五百里所有的众生，不管有学佛跟没有学佛，你他也都会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所求遂意，寿命也会慢慢增长，虚耗病除。哎，请写下来，画下来。十四页第二十四行，虚耗辟除，再写一下，请画一个记号。为什么要解释？现代的人呢、因为呢业力的关系，还有整个社会环境的压力很大，有些人呢、虽然看起来是人呢、可是、他两眼无神，精气神好像都被吸光的感觉。师父也见过这样的人，走过来呢就像行尸走肉。那你说去治病身体也是很好，你说去挡机也没有用，你说看三世因果看了很多次还是没有养，那什么叫虚耗辟除？就是你身体的精气神啊都不见了，那是什么？过去的业，念地藏圣号，拜地藏菩萨。你念地藏菩萨跟地藏圣号以后，你就两眼会炯炯有神，这是真的。
师父也以前碰过这样的，你跟他怎么讲，讲他听得好人懂，告诉他不要发脾气，不要做坏事，对不对？下次回家照发脾气，发得更大。爸爸妈妈又带他来了，然后呢，师父啊，我的小孩就喜欢偷人家的东西，我真想把他手给剁了。我说不可以剁。然后你叫他吧，你说你问他懂了吗？懂。下次学校照偷不误，偷的越多。然后你就觉得他两眼呢无神，就好像真的不是人道众生。你问他什么，他也不清楚。看起来呢，就好像呢失忆症，就什么都忘记。其实他不是，他是什么呢？过去的业。被一些幽冥界众生或鬼神把他的精气神都吸光了，这是真的啊！师父不是吓你，但是这的确发生。遇到这样的朋友呢，那不是病可以治得好，医药是治不好的，心理治疗的医生也没有用，叫他念地藏菩萨，听命念。而且呢，像这样的众生，有些白天呢睡得很多，晚上呢，哎，精神就非常好，他是日夜颠倒的。就像夜猫子一样，其实他虽然是人啊，可是他的心啊是活在呢地狱恶鬼畜生的三恶道的众生的世界里，然后他才常常呢闻到一些很臭的味道，或者他看到呢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然后动不动呢就看到幽冥界众生，那这样的话很容易虚耗辟除，就是精气神呢完全呢就好像漏光一样。那这样的话，劝他念地藏圣号，接下来就会出入神户，昼夜天龙八部会保护，而且离开各种灾难种种等。所以古德云生安而后道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弘一大师苦口婆心以这篇文章以上五个优点来劝地所有的众生，你专修专弘净土宗也很好，可是你专修的同时发现自己的障碍还无法忏除，不是说阿弥陀佛跟观音菩萨没效，但是也有另外一个大悲愿力的地藏王菩萨可以解决你现世的问题，世间所求如愿，也可以让你出世间学到甚深的禅定，甚至一直到成佛。所以地藏菩萨无量劫来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成佛，是让地藏菩萨已经成佛了，但是他发愿呢，哎，生生世世呢现出家相声闻相度一切的众生成佛，他才成佛。所以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讲到这里，请各位有空也可以预习，哎，第十五页到十六页就是甚深的禅定。好，先看下面一张幻灯片，地藏菩萨。大家都知道《华严经》这首偈颂，譬如工画师分布诸彩色，虚妄取意象，大种无差别。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五蕴悉重生，无法而不造。各位更熟的这首偈颂，在蒙山师使或是大义放焰口都会念的，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所以你看地藏菩萨生生世世，心如大地啊，非常的宁静啊，如如不动。所以地藏菩萨他的禅定是很深的，所以明天开始我会讲地藏菩萨事实上禅定甚深甚深，悲愿广大无边。他在刀立天宫有分身地藏菩萨，在大乘大吉地藏十轮经有现身文相的地藏菩萨，在赞察善恶业报经里面叫善安慰说菩萨，他善巧方便永远安慰跟鼓励一切的众生。所以地藏菩萨就像了大地之母。然后从编号第四号一直往后到三十呢，地藏菩萨有很多甚深的禅定，除一切的障碍。所以希望大家先第十五页十六页先预习一下，我明天会一个一个字讲，因为这个呢是在大乘大吉地藏十轮经的第一卷，释迦牟尼佛赞叹地藏菩萨的功德里有提到这么多的禅定功德。在明朝偶益大师编赞察忏的时候也特别呢把这一段编进去，而且注意听注意听，特别要拜地藏菩萨，因为业很重，对不对？所以地藏菩萨的这个减鬼啊，你这是要用拜的。好。
请大家翻开45页一下下。45页，好，我简单说，我先说地藏菩萨的这个禅定功德，好，再给我一分钟就圆满哈。在45页，我这是发愿为各位编的地藏法门，也算是我报地藏菩萨度我出家的恩德。我过几天再跟你讲我出家的因缘，然后我也梦过地藏菩萨，让我看到过去、现在、未来。很惭愧的说，我会讲一些我丑陋的经验，但是呢，就是因为这样的，所以我真的出家了。然后呢，我这次为了报地藏菩萨的恩德，所以从45页我编是以普贤十大愿呢为基本。简单的讲，结构有一点像我编的大悲观音简轨，可是有一段呢不一样，是你必须拜地藏菩萨。请看45页，一，前行供灯跟礼拜三拜，你先要供灯。第二个，你可以皈依发心，这个文是出自于清朝陈介法师集介香法师教定地藏菩萨本愿忏仪这一段。所以师父受过学术训练，我不会乱抄别人的，这从哪里来我就会讲这从哪里。我只是呢，因为现代人很忙，把一些好的偈颂把它编起来。那你要修这个也可以修简轨，因为这个简轨呢非常的短。好，接下来再看46页，称赞如来，这是赞叹地藏菩萨的经文，这是偶益大师的地藏忏里面编的。偶益大师亲自依地藏十轮经的经文把它摘录，就像我们赞叹大悲忏，南无大悲观世音，对不对？然后是过去正法明如来，道驾慈航，现前观世音菩萨，成妙功德，这些赞叹的文啊，其实它是很殊胜的，所以它呀46页有称赞如来。接下来正行，你要忏悔业障，你得拜地藏菩萨。从释迦牟尼佛、到立天宫诸佛、地藏经、佛法僧、地藏菩萨开始，一直到47页，你要一句一拜，你真的要拜下去。那这里有一个问题了，有人会说，师父，那我不拜跪着可以念吗？最好不要，就是因为你业力重，你得拜忏，这是拜忏里面最浓缩的。好，所以最好你从46页到17页，地藏菩萨呢，你每念一段你就要拜下去，就像拜33佛或53佛一样。只有一个特例，老菩萨你的这骨质疏松症或脚呢很不好，那你只好跪着念一心顶礼入能发智定，47页第三行，一心顶礼入能发智定地藏菩萨摩诃萨，再拜下去。你得真的拜。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样才能忏除你的恶业。接下来看48愿，南无大愿地藏王，愿我永离三恶道，南无大愿地藏王，愿我速断贪嗔痴，一直到做第49页第十行第十愿，南无大愿地藏王，愿我广度诸众生。这是依照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度一切众，这样的架构而重新写的，是清朝戒成法师及戒香法师教定的。我觉得这十段也很好。接下来地藏经非常非常多，听好，你够念上中下三卷，很好，是不是非常赞叹？尽量多多益善。但是你说念不完怎么办呢？有一天我在念地藏菩萨地藏菩萨的时候，我想地藏菩萨现在新加坡人这么忙，叫他念上中下三卷很容易往生的，对不对？所以往生是累倒的。那有没有短一点的呢？有，我突然想到下面见闻利益品第12颂，你就直接念偈颂吧。无关地上威神力，恒河沙劫说难尽，见闻瞻礼一念间，利益人天无量事。你就从第49页念到50页，这就是全部地藏经的精华。为什么？因为地藏菩萨说，若有众生闻到一偈一句一佛名一菩萨名，都可以得到功德啊。所以整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啊，
跟华严经普贤十大愿功德是一样的。当然念大有什么呢？大的话当然有它的功德，你的心念力熏习比较强。但是师父有想过，对于现在的人，现在的说在家居士，你这么辛苦这么忙的话，其实你可以直接念地藏经的这个见闻利益品第十二品偈颂，念完以后把多一点时间来念地藏圣号或念地藏的咒，然后看五十一页地藏王圣号，可以念南无，看五十一页第十行，南无地藏王菩萨，或念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注意听，你要念1080遍，因为出自于地藏经，要念1000声以上，不要急，1000声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大概15分钟就念完。你坐在捷运上也可以念，只要不讲话，不听手机，每天早上念地藏菩萨，地藏菩萨。那因为我要介绍显密圆融的地藏圣号，所以师父会建议你先念显教，念佛号，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念1080遍，越多越好，至少1000声。接下来下面有三个咒语，你要三选一。最熟的大家是 Om Bolai Monin Tonin Sopo He， 这个呢，事实上也是地藏菩萨的法身印咒。现在也有 CD 和 MP3， 偶一大师念的就是这个。另外我列了两个地藏真言跟地藏菩萨咒，这个也是普传的，改天我再教。也就是说地藏菩萨的咒是有很多，接下来你要用心观想，接下来再翻52页，就念印光大师写的地藏菩萨发愿回向偈，待会我会念你这一段。这四句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再个别回向，所以这是最简单，最简单，按照普贤十大愿的架构，然后呢，有发愿，有礼拜，有供灯，有念经，有念咒，有念佛，就有回向，很棒吧？哎，这个是地藏菩萨加持我而整理出来的，希望这次能够供养大家。然后到最后53页，一样也会跟大悲观世音菩萨一样，你供一杯水，最后呢我供香花灯果烛，然后那个水呢也可以。所以这里讲的大悲水不是只有观音菩萨，是诸佛菩萨大悲心所加持的水，供地藏菩萨的水也可以念10声，然后你也可以喝下去。好，今天呢讲经呢就讲到这里。好，我们一起念回向文。好，我们先看第10页，然后今天先带大家念偶益大师所撰的第一首偈颂跟第二首偈颂，赞叹地藏菩萨的回向。假如你时间很短，你也可以念第11页印光大师所念的地藏发愿文。好，有三个选一个你都可以，要三个都念当然也很好，请合掌，然后师父念一遍，你念一遍，两句是一个段落啊。请看第10页第8行。好，今天讲经讲到这里。誓愿以身心供养地藏王，随于刹尘劫永处众苦中，普待众生苦，令得先成佛。劫时或可移，此愿终不改。我所修福业，忏悔发宏愿。种种甚善根，体性同法界。一一皆回向，普施诸寒士。惜愿正真常，同归极光土。好，第二段它字比较多，刚才是5个字一句，一句，现在呢是7个字一句。好，深愿地藏圣法轮，
遍转十方一切处，一切时中无稍停，祥光大放胜法聚，有缘得处大事光，千百祈求满赐予，闻名瞻礼及赞扬，妙供请成受慧聚，并得健全积德粮，卑微身境平饶愈，刀兵水火诸殃除，入圣超凡广起悟，末法时中最是虚，百千万劫难遭遇，愿将此策作慈航，生死海中齐拔苦，助应衔接立大功，流通宣演诸福智，念念不忘大事名，到处神灵乐永护，等为回向大菩提，三界同灯超，对不起，三界同超灯宝所。好，这个字比较深色，因为它是明朝文字。接下来念印光大师所写的，好，大事誓愿不可测，大事誓愿不可测，运杯周遍成刹国。众生静候是方修，地狱空时愿使习，受化多成无上道，自身由是生闻机，只缘身佛性为一，欲令同获究竟计。好，阿弥陀佛，今天讲经第一天就到这里圆满。很抱歉电脑出现了一些无常，不过还好，谢谢工作人员，掌声鼓励他们一下，很辛苦。我想他们的心脏比我还不太好吧，对不对所以没有关系我想什么东西都有第一次，所以我大概这样介绍，你会知道今天只是地藏法门的概论，明天我会继续讲，因为我觉得呢，这些东西有了很正确的基础以后，师父才会讲经文。经文呢，十轮我都详细做了科判，我是标点符号，一个一个字校对的校对到我最后都变斗鸡眼这样子。但是希望你好好珍惜，你说法宝流通，那这个讲义也是法宝，所以今天开始各位可以带回去我建议你第一页可以写上你的名字没关系然后你可以带回去，每天可以修持，但是你若明天或后天要来的话呢，也希望你讲义带来，希望地藏法门虽然非常殊胜刚才讲过地藏威神力恒河沙劫说难尽，地藏菩萨的功德是无量无边讲不完的，所以六天呢我只会尽力的把握跟各位报告一些精华的重点，那明天开始会回答问题，我也提醒各位若有问题你就赶快提，新加坡莲友都是有头有尾没中间，最后一天问题特别多我的心脏也不太好，为什么最后一天师父的问我也要想要一个进度，所以你不要最后一天再提问题，提问题的时候也请你有礼貌写上电话跟姓名，因为大会全程录影，有时候你的问题若不是跟讲经有关，师父会
不回答，不会公众回答，我会私底下帮助你，所以请你要写名字跟电话，这是礼貌，你没什么好怕的，对不对？你师父也不会去探访你的隐私，我很忙的，但是你要写的你的电话跟名字。好，乃至于像前一场这个显密圆融观音法门的这个问题，有些很好，师父真的很重视，我也保留了，我会在以后 part 3还会讲。有些很急，又是你单独的问题的话呢，我就会阿弥陀佛打电话给你，单独回答你。好，所以现代的科技很方便，所以但是也希望你能够体谅，好不好？大众的时间是很宝贵，若是私人的问题或是跟地藏法门或修行不是有关的问题呢，我就不会公开回答，因为它是全程录影的，所以希望你体谅，但是呢师父会用另外的方法来帮助你。好，那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第一天耽误了一点点时间，不好意思，谢谢各位，明天见。诸位法师，诸位莲友，大家晚安，阿弥陀佛。好，现在我们先看第六页。第六页，今天我们共修念释迦牟尼佛亲自赞叹地藏王菩萨的功德，请看第六页。念完以后我们才静坐。好，请合掌一起跟我念三称南无地藏会上佛菩萨，一起念。好，请看幻灯片。南无地藏会上佛菩萨，南无地藏会上佛菩萨，南无地藏会上佛菩萨。好，请放掌。接下来呢，两句是一个段落，那大家是第一次念，所以请慢慢念。这是释迦牟尼佛亲自赞叹地藏菩萨的功德，地藏的功德有无量无边，所以释迦牟尼佛把它归纳为24首偈颂赞叹地藏菩萨。好，我念一遍，你跟着我念。地藏真大士，具度多功德。地藏真大士，具度多功德。现声闻色相，来即首大师。现声闻色相，来即首大师。施诸众生乐，救脱三有苦。欲无量种雨，为供养大师。欲无量种雨，为供养大师。天地无垢身，观察四方已。天地无垢身，观察四方已。合掌恭敬住，暂请于大师。我见世尊众，摩尼宝光明。我见世尊众，摩尼宝光明。遍照诸佛国，无不皆明了。遍照诸佛国，无不皆明了。六通照世间，今当来至此。勇猛明地藏，现出家威仪。勇猛明地藏，现出家威仪。七圣宝对不起，七圣才福藏，无畏佛音声。七圣才福藏，无畏佛音声。诸菩萨圣床，众生之导手。解脱宝所依，福海俱精进。解脱宝所依，福海俱精进。悲意乐聪明，救苦诸有情。悲意乐聪明，救苦诸有情。与不者为臣，如明月是道。与不者为臣，如明月是道。
生善根如地，破惑如金刚。能解解脱宝啊，对不对？能施解脱宝，如水飘众惑。能施解脱宝，如水飘众惑。烦恼热为盖，月极如凉衣。烦恼热为盖，月极如凉衣。一日称地藏，功德大明文。圣聚之节中，称于智者得。圣聚之节中，称于智者得。能解诸众生一切烦恼福。能解诸众生一切烦恼福。智见行定等诸定之彼岸。智见行定等诸定之彼岸。十二缘清净，诸智如虚空。十二缘清净，诸智如虚空。破无边佛土，诸有情暗聚。破无边佛土，诸有情暗聚。随诸土入定，四境律等流。随诸土入定，四境律等流。普令诸有情入定除惑热。众生宿恶业，刀兵并机警。谁所在恼害，皆能令解脱。众生五趣身，诸苦所逼切。归尽地藏者，有苦悉皆除。归尽地藏者，有苦悉皆除。众生成苦轮，辗转相为害。众生成苦轮，辗转相为害。归尽地藏者，皆住忍慈心。归尽地藏者，皆住忍慈心。十二缘所布，追求苦所依。十二缘所布，追求苦所依。归尽地藏者，皆安住无畏。归尽地藏者，皆安住无畏。若乐修诸福，正念戒闻慧。若乐修诸福，正念戒闻慧。归尽地藏者，所求皆满足。乐一一功德，功巧要种子。归尽地藏者，所求皆满足。求诸古药田，男女依普使。归尽地藏者，所求皆满足。众德俱相应，能任持大地。应知诸古药，润泽而细软。烦恼诸烦恼所缚，乐行十二业。诸烦恼所缚，乐行十二业。归尽地藏者，烦恼恶皆除。归尽地藏者，烦恼恶皆除。现作种种身，为众生说法。现作种种身，为众生说法。具足施功德，悲悯诸众生。具足施功德，悲悯诸众生。假使百劫中，赞说其功德。假使百劫中，赞说其功德。由上不能尽，故皆当供养。由上不能尽，故皆当供养。
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哎那摩诃阿弥陀佛，耶陀大揭陀耶陀帝耶陀弥利陀佛毗阿弥利达悉阿弥利达毗迦兰帝阿弥利达毗迦兰多揭弥尼揭切那智多迦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陀大揭陀耶陀帝耶陀弥利多婆毗阿弥利达悉耽婆毗阿毗迦兰帝阿弥利多毗迦兰多揭弥尼揭切那智多迦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陀大揭陀耶陀帝耶陀弥利多婆毗阿弥利多悉耽婆毗阿弥利多毗迦兰阿弥利多毗迦兰多揭弥尼揭切那智多迦利娑婆诃。这次编的呢，这个《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第二品啊，释迦牟尼佛赞叹地藏菩萨的功德，文字上会比较深色，因为它是唐朝玄奘大师译的。玄奘大师译的呢，如果你懂梵文或多国语言的话，你对回梵文的话是非常精准的，一个字一个字，但是不太好读，所以它有些文字啊，不像鸠摩罗什大师一样译的会非常的流畅。鸠摩罗什大师译的《法华经》《金刚经》《阿弥陀经》，那在中国流通是非常非常广的。可是假如你读《大般若经》的话，有些句子就会比较深色，尤其对新加坡的莲友来讲 ，Classical Chinese sometimes is very very difficult。来，就是呢，对新加坡莲友来讲啊，古汉文有时候是真的很难，所以慢慢念，慢慢学。这些都是玄奘大师用生命呢，去西天取经，翻到中国，利益无量的众生。所以玄奘大师一生啊，自己呢去西天取经，耗尽了生命体力，所以他活得并不长，63岁或64岁就入涅槃，上生兜率内院，见到弥勒菩萨。第二个讲到往生咒，请各位可以上网上商业经社。Download area 下载区，然后我们有很多很多，在最后一区叫 Other area 其他区，可以 download 108遍的往生咒。还有上次在净明佛学社第一天我教的普贤行愿品寄送，全部都上网了。为什么我要做这个呢？就说最近的四川中国大陆，对，青海玉树大地震，听说死的就非常非常多的人，受伤已经超过8000人，甚至老实跟你讲，哎，数字是更多的。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地球的确生病了。今天我也会讲全球暖化，在后面的经文会讲到。也就是说，未来的众生灾难会越来越多，这不是上帝创造的，也不是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哎，造成的。佛教里面没有审判的思想，佛菩萨不会来审判你，你的病是自己的业所造成的。那凡夫所有的共业加起来，就会产生天灾人祸地震种种的，
所以当然一个大地震，全世界的慈善团体都会募款供养中国大陆，非常好，师父随喜功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但是从佛法的眼光里面呢，我们忽略了很多很多的众生。什么众生呢？我们是看到的众生，死掉了当然很难过，有尸体我们要处理，有社会的环境卫生我们要处理，那人民的居住环境要重新建设。可是呢，从佛法成佛的角度来讲，有无量无边的幽冥界众生都没有人照顾，所以天下乱的时候呢，嘿，是鬼神先乱。所以因此在今年二月初商业精舍新春茶会的时候，我就升起了个愿心，带了全部的人，以前商业精舍很早做法会，今年开始我正式做，不是募款，是真正修行。我拜了两场的大悲忏，中间送普贤行愿品，是全部我打木鱼的。然后我为了一切的众生，我要所有的学生念108遍的往生咒。我也查过，在很多佛教文物店或是上网的 CD 都有很多的佛号流通。举个例子，在中国大陆土豆网，我key一点，哎，我听到我新红师唱嗡阿拉巴扎那的文殊咒，可是呢，很少人念往生神咒108遍，所以我就发愿带我的学生很专心而且观想念，希望各位莲友，您也可以发愿。这个世界的众生苦难越来越多，地藏法门跟观音法门要升起广大的大悲愿心。那大悲愿心第一个条件就是你观想的所缘境要广大无边，所以不要只是常常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的家，想到自己的家人而已。你想到你家人，你只有那心量这一点点。所以待会我会教你观水晶球，就是要观摩尼宝珠，就是放光要照无量无边的众生。那有人会问，师父这样做有用吗？答案是真的有用的。我有一位西藏的老师曾经教我们慈悲观，他说慈悲观的力量啊，是胜过一颗原子炸弹的力量的。但是啊，我们不相信，我们没有从小就训练禅修，所以你慈悲观的力量就一点点，对你家里五六个人，对你家里的小猫跟小狗，对其他人你就不容易升起慈悲。所以当你念咒跟念佛的力量就这么一点点。但是若是所有的佛教徒都能够无所求，而且清净的举行清净的大法会，那全世界的业力它才会转。众生若地球生病了，天灾人祸的时候，老实讲，我们是居住在地球的人道众生，你也逃不掉的。众生有苦难的时候，你也自己不会过好过到哪里。所以我会觉得，既然我今年这个月来弘扬观音法门，现在弘扬地藏法门，我会公开鼓励各位一天念108遍往生神咒。好，可以你上网听 MP3， 你也可以做结愿的时候你就听着 MP3， 对不对？南无阿弥陀佛耶多他耶多耶，你就这样念，你不用去管别人，你真的呢很认真的念，对自己跟对一切的众生都会得到利益的。这是我今天的一个小小建议。第二个，又有莲友会说，师父你每次来都很精彩，糟糕了，今天看到你又昨天看到你变得地藏捡鬼，很高兴，有人就开始拜了，那功课就会越来越多，对不对？好，那我就先公开回答吧，就这样子吧。其实啊，做早晚课啊，法无定法。丛林里的早晚课是编给出家人，出家人呢，从宋元明以后，唐朝开始建立广大的僧团，经过宋元明，所以出家人呢，因为这么多人聚在一起，总是要早晚课诵。在印度是没有早晚课的，所以早晚课的内容是可以依你自己的需求而做弹性的变化。那我会公开建议1、3、5、7，你就好好给我念普贤行愿品，早上念一遍，晚上念一遍。2、4、6，你就修大悲观音捡鬼，念六字大明咒。初一、十五跟十斋日念地藏捡鬼，这样就解决了吧。那当然你自己很好要般若经、金刚经、法华经都好，你只要有能力，认真修持的话呢，你的功德绝对不会减少的。
所以不然我下一次又来为你介绍其他的经典，若有一天我告诉你摩诃般若波罗蜜甚深甚深甚深，那天哪，我看你的头呢就一定呢一个头两个大了。其实任何的法门都很好，还有你修任何法门的时候，对其他法门要礼敬要感恩，就是因为你过去从学佛做义工吃素修了很多的福慧布施做供养，你今天才会听到善知识宣说真正的正法。所以要感恩一切所有的老师，感恩一切所有的莲友，感恩一切的道场，要感恩你所修过的法门，这样你的心量才会广大无边。否则呢，永远呢你在分别今天我要修这个好呢，还是明天修那个好呢？其实这都很可惜的。好，请关灯。今天我要介绍地藏菩萨的摩尼宝珠观，在净土中叫落日悬古观，太阳也是禅观的一种。禅观有很多很多的方法，你从南传的数息观、不净观，乃至于受相应，乃至于到大乘也有很多的禅观。金刚乘，你亲近不同红白黄花的上师，他也有不同的禅观。这些禅观就是一个转变你心的方法啊。今天介绍这摩尼宝珠，请专心听。有关于水晶跟摩尼宝珠，净土宗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介绍落日悬古观，也就是说你到新加坡的海边，然后就看着太阳。为什么要看夕阳西下的太阳呢？因为那时候比较不会刺眼，日正当中的太阳是很刺眼的，有伤眼睛，所以观想落日悬古，然后看着太阳念佛或念咒。当然以观无量寿佛经来讲，就是念阿弥陀佛，你专心念阿弥陀佛，心定在太阳里面。当然太阳它会西下，你不管，你继续念，你常常这样练习，常常练习，到有一天当你定力修成的时候，太阳就在那边，眼睛打开或是闭着呢，你都可以看到太阳。现在先不要禅坐，听我讲，还没开始，专心听。专心听就是大乘的禅定，注意用你的耳根。所以你修落日悬古观的时候呢，你就专心的修，然后呢等到时间过了，太阳下山以后，可是你眼睛睁开前呢，太阳都还在你面前，走路走到哪里，乃至呢张开眼闭开眼呢，太阳都在你面前，那就恭喜你得定了，这叫净土中的落入悬古观。那能修这个也不太容易。我曾经问过已经往生的台湾三峡西莲净院的智愈老和尚，他就修过这个方法，他说很不容易，他修成了，可是他看到的太阳不是金色的，也不是白色的，是黑色的。那在观经四帖书的注书里面也说，修落日圆古观，太阳不同的颜色反射不同自己的业力，最好是金色或白色，那灰色呢业障是深了一点，那黑的话就更重了。所以若修道是灰色或黑色的话，那你就先不要修止观，先要拜忏拜佛或拜阿弥陀佛或西方三圣或礼三十五佛或五十番佛。所以把你的业忏除清净的时候，你的心才会得定。专音听，今天我要介绍禅定甚深悲愿广大的地藏菩萨，跟这个也有关的。因为一般人认为地藏菩萨就是专门度鬼的，度幽冥界众生，可是你不知道地藏菩萨是禅定甚深的。接下来再看夕阳西下的太阳，对各位来讲都会非常的亲切，因为我们也讲过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夕阳西下的万丈光芒，它反射的时候呢，也会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好，乃至于在 水里面的众生，或是呢河边或这个海边的一切鸟类，它也会得到很多利益的。所以我们人常常会说，当你断气的时候，就像夕阳西下的太阳，叫回光返照。也因为回光返照，所以在下降的那一刹那，亮度会特别的强，是代表我们的佛性现前。